组织跟细胞的描述，有些肌肉细胞不受到了一次控制，对，这些细胞叫做不随意肌，包含心肌跟平滑肌，所以 B 是对的。肌肉细胞的细胞核未必都在细胞的中央，对，骨骼肌它的细胞核就在边边，它的数目也未必是一个，骨骼肌就是一个多核的细胞，它的核在边缘，所以 B 是对的。脂肪组织是结缔组织吗？是啊，脂肪是填充物啊，哈，它的细胞完全被游离在里，没有细胞核出来后面，它的细胞核被挤到边边，而整个细胞只放的是油滴，所以它依然有细胞核的，所以 C 是错的 ，C 是错的。好，继续选项，硬骨有支持的功能，属于结缔组织，对，硬骨的细胞结质叫硬骨质，血液是结缔组织，血浆是它的细胞结质，对，所以这里答案就 C， 那个脂肪细胞有细胞核 O， 其他的描述都是正确的。好，这些都是很多结缔组织跟肌肉。好，这是多选第九题。